噶玛兰文化基金会，他每一年都不缺席他们对社会的回馈，鼓励我们年轻人，宜兰的年轻的学子，所以一年都不能缺少。所以我们今年呢，还是在这里办了这场颁奖典礼，优秀学生颁奖典礼在这里举办，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的莅临。我们每一年在这里主办这种颁奖典礼的时候，可以说都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。我们非常高兴，我们宜兰有这么多的优秀的青年学子，这么有成就的这个同学。去年我们在颁奖典礼的时候，我们伟同学今天在场，今天特别来了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